大家保护好福猪猪的重要性。昨晚一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这张图片中的福猪猪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却引发了一些争议。有人认为福猪猪的场地正在装修，并贴上了福猪猪与大熊猫爷爷的照片，质疑福猪猪占据了大熊猫的空间，排斥福猪猪享受特殊待遇。然而这一切可能只是一种误解。每一处入住的大熊猫，在其前任住户离开后都会经过讨论安排入住的，而福猪猪只是一个小家伙，他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也无法做出任何行动。大熊猫是我们国家的国宝，他们是我们的宝贝，我们不能对他们说出伤害的话。在韩国，福猪猪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为中韩友谊做出了贡献。现在福猪猪刚刚回到家乡，还没有感受到这里的热情和温暖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争议。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江爷爷的耳中，他一定会感到伤心难过，甚至后悔。江爷爷是福猪猪的养育者，他看着他长大，我们应当对福猪猪充满信心和爱护。在福猪猪正式展出之前，我们应该保护好它。对那些不和谐的声音说不。